发球很难吗？这不是有个东西就能颠吗？看我用筷子展示我的颠球技巧。20，就这，我颠来20下，你能颠多少下？快来和我过招吧，一起为中国队加油！球打得好，不在乎用什么，看我用小船桨展示我的颠球绝技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门口老大爷比我颠的好多了。One hour later， 我颠了9个，你能颠几个？和我过过招，一起为中国队加油！球打得好，不在乎用什么。看我用矿泉水瓶展示我的颠球绝技。我小试了一下牛刀，就颠了20多个。你能颠多少？可以和我小试一下牛刀，我在等你。中国队加油！